爱你》，它是1984年出版的小说，但是它其实是在写1970年代越战美军来花莲休假，花莲当地的人为了要赚这个美军的钱，所以想出来一些有趣的招待方式。现在我要向大家介绍我的最新发明——速效英语教学法。What's your name? Mani Jisu Isa Bisu。大家其实是互相在听的时候反应的。他刚刚不是，什么玛丽的是爱那个戏的，你都要看过来这边。来，小燕，来。哎，想，Brandy， 哇！就完全来讲话，不给我时间，我很危险，因为我还没准备好，你就来，所以我要加班，就瞧不起。你至少给我个两秒，我瞧好位置。对你来个吸气，你是闪一个，你来个闪。这样，我也好准备，我也可以准备，要不然你突然来一下，我很难准备。不是啦。这样子的，转过来，要打我，这要打我，是这样就直接真的上六了，知道吗？往你鼻子去啊！我已经上你了。嗯，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有你这种 chicken， 台湾 chicken 才会被他瞧不起。傻子！自己好好泡好地位，然后变这么个戆狗屎呀！你无比我可高尚啦！我觉得改编小说要拍成一部戏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留原著有的精神，可是里面的情节跟架构，因为戏剧效果可以做一些新的更动，甚至增加一些小说里面没有的情节。哦，哎，去哪里啊？但是呢，把所有的精神呢，能够更巩固小说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。啊，你现在不会出高兴了，出去高等啦。告诉你，因为我们这个任务需要神机，而且学员们啊，不止学员们，你们所有人，你们心灵都需要彻底的被净化。其实董思文他原著里面是一个胖子，那最大角色的跟动来讲的话，是我们现在找董思文，他不是个胖子。那对我在处理角色来讲的话，其实一样，我觉得他是不是个胖子，不影响这个人的角色性格。或许在某一些喜剧的点上我们拿掉了，可是我们给他们一个更人的董思文，就是他其实要讲的是那个知识分子，他用他自身他所会的东西怎么去赚到他要的钱，甚至是他想要去达成的功成名就，或是我们给他一个更虚妄的事情，就是他有美国梦。哎，思文啊，我看你头壳这巧吼，安尼啦，这边我若选掉吼，你来做我的顾问啊，小冠。老大，你忘记了吗？之前我们就说过了，我要移民美国做 American。在原著当中，董思文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，不管是对卫生、对身体、对精神，他都有些洁癖。我想他可能带着一点点的偏执。在这次的戏里面，我用了一个比较不同于以往的演法去诠释这个角色，然后把他的偏执的部分做了一点点的放大，然后带有一些喜剧的色彩。
这部戏其实它是一个音乐性很重的片，但是在我们拍的时候你是没有音乐。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是勇敢的台湾鸡。可是在我想象里面，它是一个很快的东西，很热情的东西。那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强度很大的镜头，演员的表现强度跟镜头的运镜，甚至要他一直手持上肩，或者很多很多的特写，可是可能都只有一秒钟，一下下，一个闪神，一个眼神。所以在拍的过程中，其实蛮辛苦的啦。应该用过，应该用过。喜剧这个东西其实要松松的拍，就是不会完全有着很制式的局，就是三角形啊，就是指示，只会让演员有更大的空间。好掉啊，比较好玩的。啊，难道走大家不讲话？但是后面要加一个东西回来了。对，后面要加一个东西回来。啊，我先挣钱回来。他也不会在你顾炸哦，咱打拢，底下炸拢没光位。啊，转头就走了。哎，都不要讲话。啊！啊！你又要去哦？要去北医吗？还是啊，这个小英哦，我已经叫伊这个号头等电了啦。好，还是啦哦。走开 ，Get away！ 走开 ，Get away！ 我一下啦，我走啦。这部戏，我觉得要跳脱现实人生的一些。真实的感受，你就是必须要用很荒谬的认真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。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只要你很认真，然后这个黑色喜剧就可以很成功的呈现。这个戏的好处是讲，卡本归卡本，演技归演技，有当在既有的资料中间，你演出不同款的画面出来，啊，就是那个戏的灵魂能做出来。这个是我的。